万众的信仰与无私的心灵只会催生出必然凋谢的花朵。它的芬芳固然纯美，可若是想要嗅闻，就得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别担心，希儿。高塔隔绝了世界炮崩溃对我产生的大部分影响，我一切都好。你不需要专门安慰我，我知道你在承受着什么。我真的没有勉强了。非要说起来，目前的这些状况比我们在量子之海里迷路的时候还是要强很多呀，而且还有这么多人都在互相帮助。那倒是。更何况这个世界还有我的未来可还都握在你的手上呢，接下来就靠你了，另一个我。笨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放心吧，希儿，我们会解决一切的。我会保护你，就像以前的每一次那样。之前发往休格斯的求救通讯甚至没有收到回复，莫非这个世界的边界总不会是长老他们也遭遇了什么吧？不，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考虑这些吧，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想要完全绕过敌人的活动范围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苏珊娜，这些敌人你能应付得来吗？我当然会努力。没关系，苏珊娜，就像平时训练的时候那样。麦克风测试，嗨嗨，能听到吗？小声点，那些怪物对声音很敏感。还有你，维塔。你是生怕我们不被敌人发现吗？抱歉抱歉，好久没有用过科技含量这么高的通讯工具了，不由自主就有点兴奋。你这家伙，明明一天之前还装成一副完全不了解人工智能的样子。那个是为了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避免自己在不必要的角度上过于显眼嘛。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接下来希儿会进入卫灵模式，专心跟踪基本锚点的实时状态，而我则会根据希儿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短期未来的穷举演算帮你们划定他们的地理坐标，并且操纵巡航机器人进行指引。也就是说基本锚点的位置本身也会波动？不过他们在每个波动位置上都会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当作静止不动的存在。考虑到效率，我会尽量选择敌人分布少一些的路线，你们要小心别被他们发现哦。看到小 V 了吗？只要跟好他就可以了。小 V? 我记得他明明叫小柱。不过既然他现在受我操控，当然要跟我姓啦。可你也不姓 V 吧？
别在意这些细节嘛。第一个锚点的位置就在这里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啊。锚点本是大家对于一类特殊空间结构的范畴，属于更高维度的存在，于自然状态下不可见才是正常的。不过没关系，你们只要在心底虔诚的祈愿，希儿就能用贤者的力量将它们转化为现实中的存在哦。原来如此，贤者的全能还可以这样使用啊，有点像理智力者呢。那苏珊娜，就由你先来试一试吧。交给我吧。希尔，不，伟大的贤者，请为我们将锚点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让他们能够与高塔相连吧。凭空出现呢，这还真是有趣。我用机器人记录了刚才的全过程，即便以再小的时间单位观察，都无法看到锚点被构造出来的过程。没有过程吗？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我也有些搞不清楚。当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你们的祈愿之后，力量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向你们所祈愿的对象，简直像是本能一样，恐怕这也是世界炮机制的一部分吧。只要有人祈愿，就能无中生有。还好高塔贤者的全能现在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不然万一有人祈祷什么世界快毁灭吧，然后贤者又稀里糊涂地表示同意。别说的这么可怕嘛，就算是前一任贤者，不也有很强的个人主见吗？不过这么好玩的能力，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用法吧。可贤者的能力也不是用来恶作剧的呀。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是错觉吗？总之这里的锚点就搞定了，我们出发去下一个位置吧。锚点也定位成功了，多亏维塔能够一次性定位精准的方向，否则我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搜索到什么时候呢。推演未来的能力真是太厉害了。虽说是利用了那种神秘的干涉仪，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普罗米修斯，维塔自己也要进行一些必须的技术工作吧。还真是人不可貌相，看你之前的言谈举止，实在很难把你和末世的工程师或者航天员挂上等号。维塔，希尔，你们在吗？啊，我在，我在。维塔，发生什么事了吗？另一个希尔那边出现了一点特殊情况，不过看样子他们已经自己解决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虽然总觉得绮罗主要想说我之前的表现看起来幼稚，不过我还是理解成你在夸奖我好了。你这不是一直在听吗？嗯哼。不过所谓的推演未来，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深。干涉仪可没有直接观察未来的能力，它只是在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模拟出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并进行推演，就像天气预报。好像也不太对，
毕竟天气预报不可能控制天气本身。我还是用这句话来概括吧，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干涉仪所能做的只是计算出这些分叉的小径，并在其中找到对大家最有用的那一条。而如果这些分叉路口原本就不存在，我又怎么可能做出推测呢？慢着慢着，也就是说，不只是希尔指出了锚点的存在，还因为我们的确在进行寻找锚点的行动，你才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引。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像一艘边开边修的宇宙飞船。未来并不是单一的线条，而是由无数种可能性彼此交叠，共同组成的混沌图形。正是因为你们为我制造了过去，我才能将可选择的未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干涉仪就会被无数相似又截然不同的选择所淹没，彻底失去方向。所以，是因为大家的心意和能力都很出色，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些成果。谢谢鼓励。你还挺会说话的嘛，维塔。那么接下来的锚点在……没什么，我们推演出结果了，跟我来。是吗？那么开始祈愿吧。等等，苏珊娜。哈，怪物数量好多。锚点呢？应该不会被这群家伙破坏吧？先别管这么多了，专心应战。奇怪了，这个世界炮的敌人之前并没有这么强的力量，这也是因为世界炮行将崩溃吗？苏珊娜，尽量交给我吧。一鼓作气，除掉他们吧！对不住了！之前要强得多，而且直到我们开始祈愿，他们才仿佛被激活，显露出踪迹，对我们发起攻击。如果不是因为我先一步察觉到危险，苏珊娜可就要变成他们的靶子了。所以锚点的位置真的在这里吗？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们这边演算的坐标出现了一点问题。这里只是靠近世界炮边缘的位置，是世界炮作用较为薄弱的区域，也正因此你们说的那些敌人才会聚集在这里。请稍等，我这就为你们重新推算下一个锚点的可能位置。太好了，不是因为锚点遭到了破坏就好。不过为什么会突然推断错误呢？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嘛，只是单纯的运算错误而已，让这个笨蛋自己和你们说吧。那个，
我好像把两个数值配反了，结果就……干涉仪里面都是新维护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表带，你们懂的。就像苏珊娜在写报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错题目，对吧？居然是这个原因吗？的确是很常见的情况。等等，不对，不是这个问题。维塔，你也太理直气壮了吧！我们刚才可是因此经历了一场苦战呢。哎，抱歉了。的确，如维塔所言，这可能真的只是一次微小的失误。但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就难办了呀。无论如何，世界炮的崩溃对他而言有害无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一致。更何况如果连并肩作战的同伴都无法信任，这个世界上又哪里还有值得信任的对象呢？果然还是我想的太多了吧。如果干涉仪的判断没错，接下来就是这一侧世界的最后一处基本锚点了。只不过怎么了，维塔？推算告诉我，这个锚点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不同寻常？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刚才另一个希尔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短暂的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或许是因为这个锚点恰好处于世界炮的薄弱位置，所以它产生了更加贴近量子之海本性的变异，也就是会令人产生幻觉，进入白日做梦的状态。甚至见证原本不可能存在的过去或未来。